括上次也跟你老公也说过了，就是你账期啊什么的都要那个，都要灵活一点。那我们自己开到这边的企业，对吧？哎，车这么好的车，你觉得这个车，并且还能也能这个带动你的电机效应？这没事的。我觉得开这个好的车，那天我跟你说。对，因为我们这可能是因为没接触，也想我们反正这个企业都不是自己的，因为我们河南企业很多，不是说我就开着这一点点。因为这个，对，我这个因为什么？我这个是国内比较用，不是光出口，国内它量也大的，所以说你想想这一款我已经1200万，所以我们的投入，我跟你讲，那技术完全的，它不会，但是你说一点赚钱都没有，我们用的电机械。你说坏了我找谁？对，像这种车子，请不是那个新马的，河南新乡那个新马公司，他有他的车票，那是你们自己开发的，他没开两个车的，开了不了。好，那上面。